我是高雄光影旅车长的109年4月12号，台北捷运，台北站，讲错，7:41，首发车是224直江三星康嘉义的，我台北小圈车用89.89，我台北小圈车在台北站是停靠，开启车门。2243次进入三线，开往嘉义的二大卫小的区间车，在台北站停靠。我下面干嘛站？你们多多点我台以及观看线，感谢各位支持。超级感动了，我的二大卫小圈车在台北站停靠。啊，好，等下就会开了。这边有一台橘光号，应该是562次啊，请哦。哎，新北有健康花莲的，这新是正门橘光号，感谢各位，单电好，有点赞了，拜拜。